那行儿，啊，行儿。哎呀，做了个梦啊，梦见媳妇儿了。我都单身好多年了，哪来媳妇儿？哎呦我去！哎，不过幸好，之前有个朋友给我介绍一款机器人，说啥也能干，哦，挺好。哎，我呢就从网上买了一个，快递应该这两天就到了。爸爸妈妈去上班，我需要。喂。快递到了，哦，哎，好好，我这就取去啊，等着。哎呀，就这机器人呢，我先看看，我都迫不及待了。哎呀，挺美的啊。哎呀，这咋跟真人一样呢？嘿，哎，哦，哎，还软乎乎的，跟真人皮肤一样样呢。哎，还有说明书，遥控器，嘿嘿，看看，怎么开机呢？哎，怎么开机呢？哎，有说明，喊个开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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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个开机，然后轻轻按鼻子一下，试试，开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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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嘚，哎，这怎么打人呢？谁让你打我的？哎，那怎么还还手了呢？哎，机器人，你都会啥呀？啥都会。那你会洗衣服吗？哦，退货也不干，你要退货我就启动自毁模式。哎呀，你啥呀，这啥机器人呢？一进门一开机，咔咔两嘴巴子。现在我要退货他还要开启自毁模式，我就不信你这个邪，还能开启自毁模式。走，退货去。哎呀，不好不好，主任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错了，你错了，错了也不行，快活。媳妇儿，咱们今儿呢进城里，我呀带你吃顿好的，下个馆子，走。咱们呢就吃这个啊，嗯，好，走走走走。今天这个环境不错啊，毕竟是城里的嘛，肯定条件好啊。你咋今天这么有服务员？人家叫一场就有。服务员点餐。来了来了。二位吃点啥呀？咱们呢这儿有甲鱼呗。甲鱼啊，真不巧，这
今天上午啊刚刚卖完了，点点别的吧。你瞅你这饭店的生意给做的，啊，你要啥啥没有，连个甲鱼都没有。有十斤重的肘子呗，十斤重的肘子呀，啊，这个真没有，再换别的吧。不是，我就问你，你这个店它到底是有啥吧？那二位要吃啥呀？哎，不是我说，你这店是要啥啥没有，你让我点啥呀？那行，吃点啥呀？要不吃煮方便吧。城里的煮方便特别好吃。行，煮方便面有吗？哎，这个有，这个有。阿飞，你家几碗呢？你家等会儿啊。啊。媳妇儿，我听说啊，这城里那方便面啊，就那葱花、香菜、咸菜，还有那酱油、醋、辣椒，往里边那么一搁，那方便老香了。哎，服务员，你们这个葱花的要钱不？不要。辣椒呢？不要。香菜呢？不要。咸菜呢？不要。醋呢？不要。酱油呢？不要。行，都不要钱。还有呢，汤要钱吗？啊，汤不要钱。那说了半天，二位到底要几碗呢？哎，媳妇儿，我觉得咱俩这吃个半碗就差不多了，因为它那个汤不续。个半碗。哎呦我去！半碗。对。这半碗面够你俩吃了吗？哎，你别管那些，你就说能卖不能卖，这半碗是能不能往上整？能。啊，那你们坐着，我给你们坐去。去吧。快点的啊！哎。来，两位的面好了，再拿一个小碗。对，空碗，我要一个空碗。行，来，空碗。哎呀，你去吧。哎，行。我呢，今儿不太饿，我喝点汤就行。行，给。哎呀，挺香的。不行，这醋不行，不要味。来，加。辣椒你调，你调。哎呀，加辣椒加多了。那个酸爽，不行。我辣椒加多了，让服务员再加点汤。好，来，服务员，加点汤。来了，加点。多加点儿，这里没什么。哎，行，一会儿加再告诉你啊。哎，老公，我看他那儿又有小菜儿，我还能拿点，应该是免费的。来，服务员，来，小菜儿。哎呀，好，小吃。好。媳妇儿还要汤吗？还要，都来了。服务员加汤。哦。来了，来加汤。我觉得你呀，就不用走了，就在这儿给我加汤得了啊。给我多加点，我辣。对。再来点。哎，对。行。你在这儿别动了啊，一会儿加汤就行。来，再加。来，算账吧，多少钱？半碗面2块钱。哎呦我去！你出门带钱了呗？服务员。这样，咱那个能打折不？
哎呦我去！你钱给我打折！你脸呀，赶紧给我走！有多远走多远，赶紧的！什么人呀，真是的！